OK， 精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威龙。直接，然后随性，勇敢。他做什么都陪他。我不喜欢这种情况。啊，你曾经问过我的青春除了读书还有什么？我的青春都是五分吧，还好，我没有特别大的偶像包袱。在肌肉还没有练好的情况下，脱掉了上半身。最喜欢的食物，奶酪。最近看了一些冰岛的风景，想去冰岛。帽子，谢谢拍戏过，开心。